这个就叫专业。来了，我上车了，你呢？快来啊，快来啊！没事儿，你死不了的。抓！你能不刹住啊？ 这什么姿势？这什么姿势？让车这样翘，它就能哎。松手，松手。好，漂亮，漂亮。来啦！走走走走走。起飞。漂亮，走走走。别抓车啊！我去，牛皮。 罗根呢？掉下去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走走走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好，这是刺儿，你先走。我来了。哎，没事，我接住你了，没事。好，你先走，你先拿罗根吧。 我人呢？我看不见我了。哎，没拿到萝卜呀，啊，这就过关了。就这呀？萝卜呢？没看见萝卜。哦，我知道萝卜在哪儿了，在这个雪人鼻子上，是不是？你很聪明哦。就抱着这个雪人头过关。真假？就抱着这个雪人头过关。真的。OK。 请记住，此时桃子的话太沉了，有点跳不起来呢。结果这上面有个萝卜，结果不是，绝对就是这个，不是，萝卜都长草了。结果呢，上面有个萝卜，你信我，上面绝对有个萝卜。这个好像太大了，滚不过去。上面有个萝卜，不是，就是这个。上面有个萝卜，就是这个。不信你上去，上面有个萝卜。我不信，这里没有萝卜。 就怕空气突然安静。这里没有萝卜。哦，我知道萝卜在哪儿了，在这个雪人鼻子上，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上面有个萝卜，抱着那个雪人头在这儿，就是这个。那雪人头上萝卜就没有尾巴，那肯定不是，搁这抱着那个头，玩去吧，去吧。好。我去，牛皮，上上上。这怎么上呢？好。 我去，溜溜溜溜溜，这个萝卜，拿萝卜，走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完了完了，我滑进去了。哎，怎么拿下来呢？再回来。你快点，下面那个有时间的，你再回来，快点，回来。回不来了。回来回来，没事没事，还没死。你看看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拿住，不要抓刺儿，抓萝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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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上不去了。往上一点抓。